新闻头一条来关心，世界出名的云门舞集再度登来到咱彰化表演咯。两年前原定伫咧彰化公演，因为疫情关系延到今年的中秋。即届公演将由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郑宗龙带来上新的作品。这嘛是两年来疫情暂停演出了后，重新启动的户外公演。九月十号中秋节当天暗时七点半，会伫咧彰化县立体育场门票入场。透过宣传的影片，会当感受到每一届云门舞集的户外公演有偌吸引观众。原本伫咧两年前，特别再次带到彰化户外公演，却因为疫情来取消，真无简单，才安排伫咧九月十号中秋节当天，要来彰化县立体育场演出。这场原本应该在109年暑假期间就要演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110年。又敲定了时间，大家都知道云门舞集的时间真的很难敲，又遇到疫情，今年我们不在暑假了，我们在中秋节来举办。云门舞集艺术总监郑宗龙指出，这次被表演的舞作下，创作背景是因为疫情改为伫在厝内面工作，每一位舞者伫在远距离的模式之下，给了真侪时间甲家己相处，才由作品传达对心的感受甲情绪。这个舞作叫做《霞》，是希望从天光的变化、云彩的变化，去来转移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感受。或许就可以像朝霞一样，让这疫情过去之后，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明天，面对新的生活，新的开始。文化局表示，中秋节当天伫在县立体育场的公演是免费入场，因为体育场周边的停车空间有限，提醒民众要提早到位，也尽量使用大众运输工具。国台新闻，丁向雄报，采访报道。